那现在公布的是第22名的训练生。是瑞华娱乐的胡文轩，啊，好想哭啊！谢谢大哥，也谢谢二哥，希望你们都能走到最后，拿到自己好的名次，理想的名次。没事，真的，我不会哭的。我会继续努力的，大哥。谢谢。继续加油，谢谢。人生没有淘汰，只是转换舞台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